钙镁锌。对，锌。你吃那个维他命好。大家晚上好。嗨。开直播。大家晚上好。每次看到新那个勇哥下面的新加坡勇哥，我脑袋里面就会想到我的潘当 K， 请期待一下，好的。期待潘当 K 哦。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吗？我也是期待潘当 K。我们还要好久才有生日会哦。28号。你现在是28，10月28吗？原来大家会来吗？大会来呀、啊。嗯。大家会来吗？会呀、啊，大家会来。草莓酱，晚上好。我在吃我的晚餐。不要一看到我就想要绿蛋糕，好吗？今天是我家狗狗的生日，布娜生日。等一下，我吃完蛋糕才要，吃完我的饭才要帮布鲁诺过生日。饿了。对。我说葱，救救我！我手已经变成颜色了。好不好？本来就是这个颜色。是啊。布鲁诺，我是蛋糕吗？每天不开心吗？有没有？哎、欸，那个是不是有那个、啊？我们家不是有那个鹅油？鹅油没了。你加那个、啊？老干妈。哎、欸，好哎、欸，好哎、欸，我好喜欢吃老干妈哦。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在睡午觉的时候呢 ，Tiger 就一直叫我，他就一直叫我，一直叫我，然后呢 ，Can you give me 老干妈？然后呢，我就把它抱过来，它就要跑掉。然后呢，因为我想让它陪我睡觉，我就不让它跑掉，我就要把它抱回来。就它直接往我的脸上踩，然后它的指甲就刮到我的嘴巴，然后我的嘴巴就流血，很痛，好痛啊！它指甲这么脏，那就发炎，里面就变香肠。对呀、啊，我会不会嘴巴发炎呢、啊？它的脚脚那么肮脏。布鲁宝宝，我今天很想要吃这个。麻油鸡。你没有汤匙啊？你没有汤匙。我有 chopstick。我要吃辣的，我等一下嘴巴会不会痛死、啊？啊？没有，是我开的。他在看吗？他在看呢、喔。哎、欸，他的那个排泄物很多、欸。我想把它拿走了。乌龟怎么这么难吃？
跟你们说，我家的乌龟，它最近一直跑，它最近一直逃家，我每天回家都找不到它，我每天回家都要先找它，所以我就把它养在浴缸里面，因为我们家那个浴缸没有在，我都没有在用那个，对，就是没有在用那个浴缸。可是原来乌龟的排泄物那么多，好可怕。对啊。满浴缸的，满浴缸的，满满的。大家晚安，乖乖 ，Hello。也没有决定。今天有上班吗？你要聊在浴缸，我就买很多只回来，全都是满满的乌龟。那我们要找下一个浴缸哎。对啊，就是这样，满满的浴缸的乌龟。晚上上课刚洗，原来哦，辛苦了。晚上好，我要狗狗的晚，没有名字的人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大家都慢慢进。哎，你还有没有看到布鲁诺的生日蛋糕？我最近很……没事没事。最近有，就刚刚发现的动态，发现生日快乐，布布生日快乐。要发现的动态，发现根本没有一张照。最近因为都忙。好啊，布鲁诺的生日蛋糕。布鲁诺，你看这是什么？等下子，等下把拍蛋。特别对啊，国妈有毛病。你看，很可爱吧？等下跟奶奶一起切。这么可爱的蛋糕，忍心切下手吗？这么可爱的蛋糕，你忍心切下手吗？飞镖晚安，大家晚安。晚安，我在吃我的麻油腰子。
你没，我有洗头啊，只是我想说绑起来。我现在比较少，我觉得我的头发现在在一个很尴尬的、很尴尬的长度，我觉得。我觉得放着没有那么好看，我最近喜欢绑起来。只不过说呢，冬天要到了，双马尾。我最明显降温。对啊，可以不用洗头。冬天还没有要到吗？秋天，冬天要到了、啊。不觉得今天很冷吗？啊，我忘记你住在台南。对啊。今天台北很冷耶、欸、今天台北很冷耶、欸、有到很冷吗？不觉得开冷气，虽然我也在开冷气啊。但是是因为闷，今天台北很凉。他知道这是谁啊？好久不见，虽然不知道你是谁。改名。那你在那边拼，不是真的很冷。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冷哎、欸。对啊，国妈跟我一样，国妈跟我同款包头。我快要吃饱了，你等我一下。好了好了，一口。所以你要做什么？最近在努力套国妈话的。你要套我什么？你要叫什么吃的？他是鸭嘴兽泰瑞，他在我看不到的时候都跑到下水管去。哇！太好吃了。万能无敌。知道。你我是。Hello， 晚上好，狂人晚上好。哎呀，你真好吃啊！我觉得那个汤不是很好喝耶，有加猪肝就没有那么好喝。是吗？没有那么好喝。那一条子。那个里面猪肝。哎呦！啊 ！No！ 你在看我们大力士选手，对不对？对，厉害吧？超厉害！你也要吃吗？你可以去买一罐老干妈。最近好喜欢吃老干妈。你怎么会突然想吃老干妈？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好用。你怎么发现的？不知道，哎，看剧，他是不是看？嗯。大陆，看大陆。啊。实境节目。
一直有听说过老干妈，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可能是有吧，真的没，就是可能在外面餐点有吃到，今天食欲很差，为什么？不饿也看饿，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害你们肚子饿。就是一直有听说过老干妈，然后每次就是我有听说什么大家游学的时候都一定要带两三个老干妈出去这样。是吗？对啊。对啊。Hello， 下午，波波生日快乐！先帮布鲁诺切蛋糕。怎么人啊？今天哦，不知道哎，我看不到总共有几个人，但是他会有那个火，他会有那个。它会有那个这个叫什么啊，就是一个火在那边，然后会有跑那个数字，但是那个不是人数，那个是布布的礼物，那个是谢谢大家送给布布的礼物，谢谢大家。我家布布呢，布布在旁边，我还在吃饭呢。哦，人气会有人气这样子，人气是多少这样。虽然我现在看到音乐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食欲？我要把，对啊，我要把上，我去年好像也是我把布鲁诺的头切掉的。我要把他的头拔掉是吗？我每次看到 IG 上面有猫咪跟狗狗睡在一起，我都好羡慕。他们两个就是，我的面差点没了，妈耶！你们看，我看一个影子，快头就咻过去。你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你干了呢？没有打架。可以跟波波睡在，只有我在沙发上的时候，我会强迫他们睡在一起，或者是他们感情最好的时候，就是互相闻来闻去。哎，我那天有拍一个要给你们看。因为我不在家，就不会，我们家没有感情的。我不在家，波诺就任人摆布啊，我把他们贴个叠在一起，他也不会这样。我不在家，真的。你把布把贴个叠在布诺身上。叠罗汉，嘿嘿嘿，我给他们看这个，他们一起吃食物。是没错，是他们两个，这是最就是那个最靠近的时候。我踢个嘞，踢啊，踢个不能制造，其实是在想什么，没错。我觉得布诺很奇怪，布诺每次他现在碗里面有食物，他每次都一定要。就踢个只是从他的食物前面经过，甚至没有从正前方，他只是从附近经过，然后布诺就要在大概10公尺处，你看他一定要踢个看着布诺，布诺一定要踢个看着他，然后才会吃，他是在炫耀说他有吃的是吗？对啊，布诺刚刚都没有吃食物，给你们看一下。你看一下他们要打架了，哦没有。Tiger， 你看布诺。
然后看不懂他们到底想干嘛。啊，那天要骂他，要看那个要叫一下叫一下，然后继续吃饭。抖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在抖抖啊，不能 Tiger 嘞 ，Tiger 在那里哦，这样子哦。好的，我收到。有人说想看打架，我来了。我吃饭，我吃饭，不然不懂还要Tiger吃饭。绕跑，电视是国妈在看的，啊，要转回来，等下会被，啊，不能播电视哦，我是在播我的猫，有我看过，我也会这样，我不看韩剧的。What wrong you？ 你不说你不回来。我没有讲。嗨。我拿东西给妈妈。为什么要我拿？我有吗？没有。你有？你是？姐姐回来。你看吗？不是，爱送礼物。对。哎，你觉得姐姐那件会不会越洗越好？没有啊，她已经换了多件，她有三件。而且现在，接下来越到我直播的那个，也是看到吃的，知道吗？机车房。生日，你生日过了，还换我，太搞笑。哎，对，你要生，姐姐回来，姐姐回来了。哎，你等下请回去哦。没有。Sleep here。那你明天几点出门？三点出门。那边没有那个。早上，早上。你要不要跟我去吃早餐？不要。是这样吃。那天我吃早餐。我也是十点半要到。那天我吃早餐了，我们要去吃早餐。没有，我只是想要吃。隔壁那间很喜欢吃那间早餐店，就我跟你说那个走进来那一间呢，哎，你很笨耶，对，为什么不要袜子给他回？因为他今天生日，他不想接。要关，我想关的，没接，说他今天会待在家。不要关，给我两个袜子。不拿，不拿。哎，你刚刚亲那边。他以为在给我。我拿接。哈哈。哎，是我的爱袜。他才不会玩袜子，他不会。爱把它撕烂。他不喜欢。因为太臭了。哪有？袜子应该很香。袜袜很臭臭，湿掉了，因为。我昨天还直播。那我约蕾蕾一起吃，蕾蕾不跟你吃早餐怎么样？他们两个在一起吃。那你来台北。哎，怎么？哎，假如说我把两个，不可能。我想说，我一直很想他们可以一起，就是并排吃饭。但是第一个人是碗里面，应该很快就会空了。他会吃对方碗。对，对，他会互相吃。刚刚偷偷比爱心。我约岳母吃早餐。那没有要约我吃早餐。越来越。有啊，大健要约你。大健约姐姐。大健约国姐姐。那他现在开始骑车从台北从台南上来，骑到早上刚。哎，对，骑到早上刚。没有，他来台北他只要一个小时。对，他用配的吗？他开车。开车啊！骑车也太悲惨了。
开车一个小时过来的拍立得，耶，太好了。对啊，我跟你们，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姐姐叫我去公司重签，她说我签错名字，我想说我怎么会签错名字，是不是你签成别人的名字？我签成不是，因为有一个粉丝的名字，但是我记得德全也有拍立得，所以我就签成德全的名字。但姐姐说不是德全，而且所以我那天就回公司重签了一张，是给另外一个人的，签成 WUCI 的吗？没有，小吴好像没有，小吴好像没有拍立得的。来，吉米格不是哎、欸，不是。我吃啥？我忘记了。要不要？那个，你在抽柚子抽到了，签错的姐姐收走了。我没有签错啊，我这德全有收到拍立得，对不对？那应该是我少签了一张之类的嘛。我其实也搞不懂。姐姐可以帮我拿那个包包吗？好，谢谢。那个，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妈妈，你今天洗衣服了没有？你今天会啊？不行，今天不行，洗衣服。重点是姐姐有跟我说，我有看着那三个人签，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那天怎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跑出来。出门要好，姐姐你知道刚刚姐姐你要不要，你知道刚刚 Tiger 踩到我的嘴巴，哎，我就把它包过来，他就这样啪，然后呵，啊，你只有嘴上刚刚喝到，对，好痛。少签的副，我真的很喜欢挖耳朵，不是因为有时候过敏，耳朵就会很痒。外面就开始下雨了，是吗？姐姐，外面开始下雨。太好了，没有到。真的？你怎么跑电回来？因为我拿那个过敏水。不然为什么这么早下班？而且他让我这么早下班，是因为他怕我要骑很远。哎、欸，可是你现在台风，啊，你明天怎么回去？对啊，你要骑车回去。明天就不回去了，明天台风在东边。你被囚禁在这。哎，算了，我明天就。我上班不知道我。明天是半天。是啊。我明天中午应该还好。对，下午。对。要小心骑车，对他们两个好可怕，要哪一种一直飞来飞去。他应该有到。我自从养了 Tiger 之后，发现布诺走路超大声的。嗯，不觉得？我在。我收到我推推亲自，你有收到手链吗？是手链吗？是谁收到手链呢？其实我也超爱玩，我也想要两张。Hello， 阿牛牛，晚上好。Hello， 你今天有空啦，布布。我跟你说，阿牛，是你跟我说吗？是你跟我说你最近可乐果中毒，对不对？是你吧？还是飞镖？我有点忘记了，是飞镖还是阿牛啊？好，反正呢，你那天讲完之后，我就去买可乐果来吃。结果我最近也动不动就想吃可乐果，但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很喜欢吃可乐果。哪有女友就只能买？这阵子吗？有一阵。这阵子。不是前。这是前吗？嗯。很久以前吗？对。因为我后来不喜欢吃可乐果，我觉得嘴巴味道很重。啊，算了，对啊，但我最近又好喜欢吃。几个过来。几个过来。
提哥，你想姐姐了，提哥。我今天回来可能不一样。你想姐姐啊，提哥。我今天回来睡了半个小时。真的。睡了。提哥。提哥，那你也要过来呀、啊？提哥来，提哥，让你过来。喂。喂，新疆。嗯，去。开门回房间了，等一下再出来。我等一下回来。今天跟老母亲聊天。聊过了。就像。跟大家说，对，我回房间了，因为想先跟大家讲一声比较好。嗯，好丑。就是我这个月的公演我会参加，但是我只会跳就是 UNI 曲。可是因为我还是有因为我还是会参加，所以我想说。我觉得那个就是应该不会，就不会再特别，就不会再公布之类的。但我怕大家没有看到，我会担心。但是因为我最近身体状况的关系，所以这个月就选择对。照顾好好的，因为呢就是。什么？你又不没有，你又没去，你又没去。两场对，其实本来我两场有两场的话，是因为我也要帮那个，我是要带 UNI 啊，另外一场本来就没有，本来就只是跳 UNI 而已。怎么我推的都低于入，然后加上因为，这阵子，算没也没事呢，只是你就是因为这阵子家里有些状况，所以我必须得要去帮忙，出去帮忙打个工这样子，所以身体有点吃不消。你身体好好休息是不是？你这么大只怎么看不见？怕你们没有看到我会难过，但是对不起，我会赶快在11月赶快回来的。食物吃不下吗？我吃很多了，等下再继续吃。我来看一下我的。他会给你嘴，只不过十一月真的，哎，如果没意外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对你们，就是还是等官方的消息准确。来不及，什么意思？这只不过是青椒有点，但没事。两场都不会啊！真的，大家该这不是看不到你，我难过。嗯，小宝宝。
小宝宝，小宝宝，嗨，奶奶，你也要直播吗？去休息，还没，我还可以坐在这边直播，反正不管怎样都明年见，星期天见，好的哟。虽然你还是会上场跳，没问题。就因为最近家里有一些变动，对，嗯，对不对，青哥？对不对？你要自己赚你的罐罐费，你知道吗？你还不赶快看镜头，把你这个月没罐罐吃了。没有啦。嗯，哇，这么可爱哦。嗯。今天见你太多次，怎么今天我今天才这样而已？几个？今年见哪里多次，哪里多次？今天见很多次，怎么说？对啊，怎么说？什么意思？不瞒大家说，其实我都去台南找大健打工，所以他才会见到我很多次啦。屁了，哦。我今天见了两次呢，哪两次啊？你说哪里？你说哪里两次？你们要看我把我的乌龟养在哪里吗？想这个事是有点不利了，这事是不利了，提哥，嗯，这个还利吗，提哥？把你的指甲剪到，你剪掉，你就不会把我的嘴巴给刮破皮了。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把你包起来，包起来！嗷嗷嗷嗷！今天是 Bruno 生日，明天是姐姐生日，下礼拜是我生日，然后上礼拜是国妈生日。大家都生日十月，握手会两次。哪里哪里什么哪里？不要弄我，哈哈哈哈。搭建不就是那个吗？在那个台南的那个地方打工啊，不是上班啊，哪里？明天姐姐啊，对啊，明天是姐姐。你要跟姐姐祝生日快乐吗？我等一下出去跟她说，可乐娃 ，hello， 棒波波还没有。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要去给姐姐那个
好想跟你们分享啊！对你说生日快耶、yeah ！那你们也要唱生日快乐歌给我听吗？我都会唱给你们听。等一下，我忘记要说什么啊！我说我那天因为姐姐最近在学化妆，我那天她在家的时候，我忘记那天是不是我下播完之后，好像不是。然后我就教姐姐化妆，然后我就帮她画得很漂亮，我很开心，因为我上一次帮姐姐化妆好像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把姐姐画得不好看，但我觉得这次虽然妆淡了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画得很好看，因为姐姐的眼睛跟我长得比较不太一样。姐姐是单眼皮，我是双眼，我不是双眼，我是贴出来的双眼皮，但就是不一样。然后我现在要去把姐姐的气垫粉饼还给她，因为呢，她的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因为呢，她的气垫粉饼呢，她的气垫，她的粉扑丢在这里了，在外面。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吃过敏药，我最近被子都没换。我跟你们说我的房间最近是灾难，我根本没有心力整理我房间。我之前你们没有发现我真的很久没有整理房间了，我真的很久没有整理房间，我一点都不想要整理。我的房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了，就跟平常一样了，有症状，但是还没有很严重。菲菲，你听吧，难怪看起来脏脏的，但是我的床铺很干净，好不好？姐姐，你要不要化妆？突然好想化妆，不行，我等一下要睡觉，不然我明天又起不来。不行啦，我不想给你看欸，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地上超多卫生纸的，我每次因为我每次化妆我都会用很多卫生纸，我会因为我都会把我手弄脏，所以我都要把我的手给清干净，所以我就会用卫生纸，但我永远不会往垃圾桶里面丢。真的不想收我的房间，之后再收啦。我现在真的是，你们应该很一直好一阵子看不到我收房间，还有好一阵子没有那个收房间的直播了。原来有收拾过。当然有啊，没关系啊，没收没关系。但最近看到房间就会很郁闷，想说我之前看到乱乱的，我至少都会想收，但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收。而且我发现呢，我真的就是。很不像女生欸，应该不是这么说，我只是不喜欢娃娃而已。我不是买了很几只娃娃吗？完全没有放在我的床上，我觉得他们很占我的位置，一直在地板上，一直在
那个是，我不会抱娃娃睡觉，我除非我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不会抱娃娃，我是没有睡觉的时候才会抱娃娃，乱乱才是我认识的宝宝。嗯，你要放车车吗？对，我都放车。哎，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我去国爸家玩那个游戏，我想要找那个游戏，那个很好玩呢，那个车子游戏。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了解什么车子的款式啊，跟一些什么鬼东西的，但他那个就是很真实的车子的游戏。在讲什么东西？欸，我要去拍 G， 不是，我要给你们看多粉料啊。好像可以，对，一般女孩子不会像你一样想飙车，怎么可能？可是我睡觉会抱娃娃，我不太会耶，这是电视的。好想要跟国爸把那个他的 PS5 拿回来哦，但是我又没有能够，拿回来，那个是国爸的，应该不能说用，应该不能用拿回来说，不是对。等一下，我要去拍给你们看我的小龟龟。插我的手机，你能看得到吗？它被我养在浴缸里面，就那颗黑黑的，就是它。因为我还没有给它买房子，我想给它买房子。窗户边还吊着吗？什么意思？谁很可怜？你地址给我，我的寄给你。好，谢谢，我等一下就寄给你，我发到抖粉上去。我立马传给你，我传给你。天啊 ，PS5， 真的假的？你都没在玩。现在乌龟的房子也，真的，一直想给他买。但就他就先住浴缸吧，他住应该住的蛮舒服的吧，浴缸那么大，那个他还在那，但是这边太那边太乱了，有点不好意思给你看，他跟 Tiger 都在一起，两个一直给乌龟玩的，他都已经听我的大饼听到已经要逃家了。擦一下我的桌子好了，今天难得一拍，要吗？米其林做的，什么意思？哦，你说车子吗？那你有 GTR 吗？但我实在不知道 GTR 是什么。
可是他的他，我的我是跟你们说我的乌龟的排泄物很多嘛，他是不是因为紧张啊？他是不是因为在那个浴缸里面紧张，所以一直有排泄物啊？然后我要给你们看哦，我要找那个游戏，明天还没停班停课。那个啦，它叫做哦，还有 PS5 诶、欸，浪车跑车浪漫旅七，你们知道这个吗？它很好玩诶、欸。乌龟紧张，就是乌龟很会紧张嘛，我担心它会不会紧张啊？我的乌龟只是拉肚子吧？为什么？因为换水吗？我在狗狗的浴缸里我也会去，什么意思？那个叫 GT 啊。哦，它叫做 GT 哦。PS5 是啥？国爸，我在分享你给我玩的那个车子游戏。以前玩过，后来就没玩。为什么国妈要关我呢？原来他就叫 GT 哦，我还想说 GT 是什么。国爸要不要请我？我可以那个、欸，我可以把那个 PS5 那个帮你带回家玩。我看你也没什么在玩。哪个游戏是要是我被是歪是歪，你也想当乌龟是不是？国宝，我问你哦，你的 PS4 是那个吗？蜘蛛人的吗？听说 PS5 也有蜘蛛人的造型哎、欸，这就不知道。我也不熟乌龟，我每次查，因为我都要查它跟乌龟的讯息，但我都查不到。而且因为那个游戏，我要当果果的布布。对呀、啊，红色的呀，哦，好帅 ！Green to 的简称，我知道，我有看，就是他要改车，就是那个游戏会改车嘛，然后。我都不知道要那个叫什么，要用什么增压器，增压器还有什么，我就不会了。我真的都乱装，我看到什么贵就装什么，也不知道吃什么，要不然就玩国爸已经改好的车。而且现在的他那个什么 GTR 七 GTR 嘛，不是 GT，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有很多车子，好帅哦！然后我都会去查说，我想说这是真的有这种车子吗？轻量化，对吧？是轻量化吧？我就一直想说是不是轻量化？他那个是不是？就是很真实的游戏，在讲什么东西？所以车子比较轻，比较好开吗？我想要充电我这台手机。龟粮商业是什么？
轻量化哦。所以车子的公斤数很重，就是跑不动的意思了。它还有手排车可以开，但是我不会按那个按键，我现在连转弯都不会，我转弯一定会撞墙壁，但还是很好玩。然后我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那个 F1 赛车的，不知道那是纪录片还是，对，好像是纪录片，然后我都会播着放，但是我没有很认真在看它，只有看到他在跑赛道的时候才会抬头，哇，好帅哦。管你是啥转弯，油门踩到底，任何改装第一步轻量化。你是在说游戏还是真的车？刹弯不带刹车，但是实际道路是不行。你说游戏吗？才没有，我如果不刹车，它会有那个给我刹车的提醒，我不刹车我就会飘走，我就一定转不过去。车子有所谓的一样的马力，拉越轻的车体就会越快。好难理解哦，我要记录起来，这样我下次改车我就会拥有一台很厉害的车。而且我已经赚到100万了，我说游戏里，不然嘞。所以你的车子没有座位吗？可是他那个游戏很像，就是跟真的一样。我在讲游戏了，真的吗？跑一场就有7500，很难赚吗？什么硬胎软胎是什么东西啊？中胎哦还是什么，我都看不懂。我想说我跑，300万吗？没有吧，现在的没有那么贵了耶。啊，我怎么的眉头没有眉，没有眉毛，没有眉毛了？不氪金根本买不起。没有，现在超好赚的，真的。你跑个1小时，你就有钱了。国霸还在吗？国霸。哎呦，太多，不在。不知道明天雨会不会很大哎。游戏可以，离地面最近的东西，排气管吗？谁知道离地面最近的东西是什么啊？要丑的命吗？算了，就这样吧。已经下一整天，哇，很潮湿吧？它的氪金系统，哦。那我觉得他应该有改耶，真的很像不需用，不太需用氪金。三国超，我也是，我小时候也喜欢，应该是会下大雨吧。
我是说买，对啊，两三百万之类的。真正买不买到买不到买不起系列。空战骑兵是什么？桃园只不过没有一直下，希望明天早上不会下雨。明天还要上班，辛苦了，花莲。我明天也要上班，超潮湿。轮胎啦，哦。那我怎么知道要改什么软胎还是硬胎还是什么鬼东西？还有什么中胎吗？它就是中胎吗？我不知道，怎么中？我忘记。风声一直吹，花莲哦。伯承在花莲，开来战斗的哦，需要氪金吗？轮胎、刹车、避震、引擎，我不知道那个游戏有没有避震哎、欸，我一直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有。操控飞机哦，有吧？我也没有，感觉很好玩的。我希望后天可以停吧，后天是礼拜几？后天不知道会不会很大。我要去拿卫生纸。台北也下太大，你听到了。很3D 感，容易。哎，我有一点点哎。什么时候？你要去睡觉了吗？关播。好像差不多。我握手会有，你有说你说你很忙，但我忘记你说你在花莲。我握手会，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花莲实习耶。你的学校在花莲哦，我以为你住在台北耶。哎呦，对不起，直接挖起来了。我不知道，应该是。哦，你觉得对啊？果果有啊，在等果妈，辛苦了。变成痒。
到，不知道打到人家的那个屋檐之类的吗？好像打喷嚏。现在都哇，我应该还要三年才可以毕业吧？我的大眼鼻的是大学，没有没有要眼鼻，如果昆虫在的话，没有没有要眼鼻的。遮雨棚之类的，只有眼鼻哦，真的假的？我要吃过敏药吗？我没听到。好，我要吃过敏药，一直在揉鼻子。你要帮波波唱生日快乐歌吗？好，妈妈。哎，我的药，威严。你说超打理。揉一揉鼻子会变挺哦。光波卸妆，我没有化妆，眉毛不用卸，眉毛，眉毛洗个脸就掉了。不知道现在捏什么意思呢？不然要私底下看没？最近都没在看。嗨，你要帮波诺唱生日快乐歌吗？哎呦，好，奶奶回房间。等我播完，但大家也要帮波诺过生日怎么办？对啊。那你先拍照，你拍完照我再出来。但我想要那个上厕所，一堆毛毛毛一堆。我给你看，好，你有发现你鼻子上？关坡吃药睡觉，我吃药了，他等一下就不红了啦。你去好啊，是什么？很好，漂亮吗？哎呦，你发了吗？来看看。你是说，哦，有，我看到，好漂亮哎。
这是你的学校，大学是不是都长一样？我们大学也有这种树。像打喷嚏哦，哦，是田径场。前面就是海吗？打啊，我打不出来，没有看到海。哦，花亭港好像很漂亮哎，可是明天台风会经过哪？明天台风是在哪里啊？台风北部越晚越大。我打喷嚏了，很像生活很不，你说花莲吗？停班停课，北部都没有进入警戒区，都没还没有宣布哎、欸，我都不怕了，你怕什么？所以是在南部、啊。台风又是在南部是吗？拜托不要，明天公司要烤肉。被老板翻两个礼拜，为什么要被翻两个礼拜？你们在那边看我，很可怕的揉我的眼睛。我是不是对直播过敏？因为我平常也会在这边化妆啊。为什么我化妆的时候就不会过敏？你们害我过敏，让你皮贴都被我揉掉，不要再揉了。我揉一下下而已，那下播吧，还没有，还没有下播呢。果果都过敏，院长直播。对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个啊？那我以后直播也要买乖乖来放啊。先过敏乖乖，不要出来。哦，不揉了，我真的不揉了，最后一次。我好了，我好了。天哪！你要说试一下，但很想测试看眼珠没，现在等一下眼珠子掉出来。啊样啊！等下果包又要骂我不整理我的房间。
真的吗？我好像没有习惯点眼药水，因为我觉得我怕以后点一点眼睛会很需要眼药水。这种眼睛会掉出来。我同学之前跟我说，你把止痛药当糖果在吃欸。因为有一天去上学，我真的是那个月月来很严重的痛，我就吃，一直吃。捂着眼睛说：“哎呀，掉出来了眼睛！哎，有一个卫生纸在我手指上。”过敏要开始了，慢慢的开始了。我痛时只吃，我痛时会吃，因为我就是对。上吐下泻太严重了吧？但我偶尔会，但我不会每次会，我懂。那个痛苦，但我不会常常这样。打开我的可乐果看果果，你不要再讲可乐果了，你会很烦呢。因为每次只要讲什么吃的，我就会想吃。怎么这么容易被那个？怎么又有卫生纸？我不是弄掉了吧？常客的，天哪！我身边的女生好朋友很蛮少的，就是蛮少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还是我的耐痛率真的很低，这样。可是我做的时候会痛到晚上睡不着觉，而且会被痛醒的那种。我妈有没有要切蛋糕？这是台台，台台，哦，你在切蛋糕了哦。你刚才拍打，哦，哦，你要拍这个。哦哦，你要坐在这哦。我也不知道，真是啊，你看我拍到。来来来来来来来。姐姐的脚很大耶，你看你看，我比给你看，你看我的脚24.5号半，姐姐的脚比我还要大，你大脚丫子。你要帮弗鲁诺拍照，好了，我去。
没有人要经过这里哦，不准有人经过哦，我放这里。我要关静音免得你们等一下听到我的冲水声。娜娜八岁了，娜娜。三岁的，四岁。那你要请 Tiger 吃吗？ Tiger 能吧。为什么？他很小气。对啊，这样可以吃，这样吗？他插哪边？你要坐在这里等国妈拍好照。娜娜，我的脚最香了。你看布诺又在舔他的脚丫子，你的灯要开狗啊！啊！吓我一跳，对呀。不能让过去啊！不能让他戴，他要戴生日帽子吗？对。要帮忙你妈妈吗？娜娜戴帽子，好可爱，好可爱。不要吐你草，要弄掉。娜娜的哎，你们等我一下，我要去帮国妈布置布诺。布诺来。奶奶借我过一个，谢谢。哎呦，妈呀！娜娜生日呢？啊，姐姐的脚会拍到。哦，你坐了，你坐好像。我为什么那么懒惰啊？你在干嘛？哎。不要。你是拍影片还是拍照片？照片。嗯。等等。赶快，我把我的粉丝丢在哪？等一下，等等。他的帽子嘞？你不要。你好谁？那把它戴起来。你好谁？等等等等。那你看。真的？真的？真的。戴起来，戴起来。你好，师傅，不，来。戴起来。坐下。等等，你要放坐好。还为什么要放坐好嘞？我跟你说这，不是，你的身子太高了。弄断了啦！哎呀，这很难弄。反正就是。很三八的样子。你刚刚把他的那个帽子。他怎么一脸好三八的样子？真的。三毛。好可爱。保守了啦！哎。蛮用的。他的脸好可爱。不能过来。Where is 你的？这儿。你的表妹。哎，你不要经过，你要被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去到那边。我回去看一下大家。不好意思。大家，我回来了。外面的。布布是狗，不是装置艺术。布诺，妈妈要帮布诺拍生日照片，但布诺太失控，太失控。嗯嗯嗯嗯。你还在线上？我还在线上呢。
奶奶，你不要走过来哦！我想要给大家看到布鲁诺，但我很害怕。哎呀，啊 no no， 啊你怎么不把他的耳朵拿出来？可爱呀！他有个好扁的头发哦。有拍到吗？你是把它弄倒了。拍它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哎，妈妈你不要太过来哦，你看，布鲁诺生日快乐，娜娜，你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吗？有，等一下，哎呦喂啊，布鲁诺很不好看，他的头被你压扁了，布鲁诺，你的头被压，你比啊娜娜好看，哎呦。哇！有好看，哎，我要拍去拿我的手机哦，有，拿那我放两只手机，等一下我另外一只手机又飘走了。对，我帮你拿一只。哎，谁不是谁吃？啊，他在吃蛋糕了。露娜，我帮你拿那个吧。露娜，露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干嘛？哎，切嘛，这个，好吃吗？他也知道那是。这个是狗狗的蛋糕。他要把那个棒棒吃掉。哇，他嘴巴打开多大？超大。布鲁诺八岁了。哇。哎，布鲁诺，你不要吃太多。哎呦！这个好可爱。妈妈，你快入镜。真可爱哟、哦！对呀、啊，啊，还知道后吃后半前半，他留给大家拍照。哎，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肉？这是肉泥哦。对呀、啊，牛肉跟南瓜。好，他吃太多了，已经。OK， 他可以吃那个，哎、啊，生日快乐喏！他过来。生日快乐喏！哎呀，过来。他开始舔桌上的标签。你这么会省食物、哦，这么不浪费、哦好吃啊，喏！哎，但这蛋糕大家很喜欢呢、欸。我记得他前几年好像有几个。他都不吃了。他都不吃哎、欸。那、哦啊、可以给布鲁诺吃他自己的头吗？哎、欸，不要吃太多啊，留给布提哥吃。他们不能一起吃吗？为什么？你很小气哎、欸。多了。你们都对提哥太小气了吧？我可以，你可以吃那个头吗？我要吃。欸、啊，不是蒙他脸。对呀、啊。啊！他就是没有吃他自己的头。前面没有了，啊，娜娜你关小声一点，娜娜你关声音，我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哦，你冒冒。Happy birthday！ 哦，你看他的嘴。他的嘴。哦，这样子哦 ，no。生日狗狗。哎呦。啊，吃完就把妈妈吃掉掉。啊，吃完他要去找妈妈吃了。会。我回来了。你在哪里？是在拍到我。我的垃圾，因为能你在我左边，奶奶在我右边，我只能拍我的大饼脸。奶奶在我左边，在我右边啊。你刚讲我在你左边。哦。哎呀，又后面有照到怎么办？啊！我应该有吧，我来检查一下，来看看有没有开的太好看。我还要录影哎，我是专业人哎。嘿嘿嘿嘿，国妈要杀了我！有啊，超好看的。哇，太好看！怎么这么好看？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哎呦啊！很好看，很好看，你看，很好看，很好看。你不要拍不好看的照片。啊！你好烦哎。Oh my god！ 我等一下发现实动态给大家看。你是拍的不好看，有没有拍的好看的啦？很好。嗯嗯。哎，这样好像都没有拍的好看，我应该相信。有，也很好看。哎，好像没有。有啦，我拍了这么多张哎、欸。有没有不模糊的？你说他的脸还是他的蛋糕？不行，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一定有一个是模糊的。
房间拍的都比你好看。好看。有啦有啦有。有啦。你好可爱呀、喔！你看我们店的 IG。还好我有拉口罩起来。亲爱的，哦，拜拜，我要离开了。你看。你要感动哭了吗？没有啊。娜娜，你来了！哎、欸，你不请 Tiger 吃一口啊吗？今天穿的很可爱，就是。他就很可爱，就说，他还把那个片下来，然后在楼上水，然后他说，这出现水，出来，就他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说，怎么没水准的狗狗吃完生日蛋糕给我拉在厨，拉在客厅啊？为啥要请听歌词？我回来了。大家都散场了，大家立刻跑走。怎么回事？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昨天还是前天，我陪国妈去那个买那个宠物用品店买布诺的东西，然后呢就有一道走廊，我一走进去，哇，那个味道我直接想，怎么回事？这间店也味道也太重了吧？然后我就走到那个走道，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狗狗还是什么的，就拉了一条走廊都是。然后呢，我想说天哪，我就看到一个店员在那边亲，然后我就边憋气边那个逛宠物用品店，然后结果在他隔壁道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店员讲，我觉得天哪，好辛苦，我辛苦你了，但我真的觉得忍不住很好笑，那些店员亲的很辛苦哎、欸。有味道的直播，真的是很好笑哎、欸，很辛苦的店员呢、欸。他们有啊有啊，店员正在清啊，但就是他清的很辛苦这样。不要心中 ，BB 是不是？对呀、啊，肯定是。不要形容的那么详细，我要让你们那个身什么身临其境的感觉，是这样说吗 ？Tiger，Hello，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这边舔他的脚丫子，哎呀，可爱。我也要请 Tiger 吃。对，他们是同一胎的。为什么要关我房间的门？虽然我要下播了，但是因为我很想化妆，但我又不想卸妆，所以我只能玩我的眉毛。
这是有颜色的吗？一点点颜色。我很期待，你有下单了吗？下单了，大家有收到吗？打算嗯，差不多要下播。我最近很乖，我每天都有乖乖吃药跟吃维他命。要到月底，不知道你们生日会的时候可不可以穿得到？喂，叮当，哎，你说，嗯，哦，这样子哦，这样子看到我就要这样子过来一下，对不对？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告白可乐王，你告白可乐王。在、啊、这礼拜，这礼拜我五号还会播，五号晚上八点或八点半。嗯，如果我明天晚上忘记发现实动态的话，再麻烦大家提醒我一下，再赶快跟大家生日会试试。可以吃吗？啊。小猫肉去过，我看你眼睛是什么？老是光。等等发啊。好啊，好，等等就发不就好？好，我又怕我等一下又会忘记。谢谢玉的戳戳，还是我现在发好了，我发完再下播，这样我就不会有下播忘记发的问题。突然想到，忘记谢谢。皮卡，皮卡过来。我想跟皮卡一起拍照。Hello。好像难得，今天也没有化妆，过敏跑不掉黑眼圈。是谁这么可爱的？别吵！不要吵！我要再拍一张，我再拍一张嘛。Tika， 你看这里。我要当第一个按赞，不是跟寿星一起拍呀、啊。寿星在外面。九月五号吗？十月五号。我先下线哦，好，礼拜五见，礼拜五见，五号见。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不是五号，对，是五号。五号得死哟。
我要休息了。发完发了发了，大家快去按赞。好，赶快下播。都粉耶，太好了！有收到吗？谢谢荣哥的啾啾。喵，我以为你骂脏话。我看到，我以为你骂脏话。哇，真的很秒哎、欸！那我来念榜咯。今天的第十名是阿牛牛，谢谢阿牛牛。第九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八名是朱伦，谢谢朱伦。第七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六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五名是没有名字的人，谢谢没有名字的人。第四名是可乐王，谢谢可乐王。第三名是乖乖，谢谢乖乖。第二名是荣哥，谢谢荣哥。今天的第一名是玉，谢谢玉。谢谢，你也跟他说谢谢，对不对？这么乖的猫咪哪里找？荣哥也是第一吧？真的吗？我看看，我看看。哎。点不进去了。荣哥跟玉都是第一名，数字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排名不一样。谢谢荣哥，谢谢玉。胃痛，又开始胃痛。嗯，好，下播。博晨晚安，玉晚安，博晨小吴晚安，乖乖晚安，阿牛牛晚安，可乐王晚安，荣哥晚安，大健晚安，小吴晚安，德全晚安 ，L 晚安，谁还没有睡觉？勇哥晚安，乖乖晚安，黑流星晚安，玉晚安，游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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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镖晚安，樱桃猫晚安。小白兔晚安，志祥晚安，可乐王晚安，有都有，没有名字的人晚安，吉米周晚安，有吗有吗？有有有，大家晚安，志祥晚安，祝早日好的哟，谢谢。三，二。一礼拜，今礼拜二，礼拜四见。